这还是中国的这艺术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虾子阿饼啊，二钱一个月呀、啊。你也会拉？我原先在我们京剧团，我就是拉的。哦，你是京剧团的，那你也拉的挺，应该是挺专业的了。这反正拉了有这么个十来年。那这个算特殊人才，特殊人才他又不吃香饭。后来我们那个县解，我们县城的那个京剧团解散了，这都属于是这可惜啊，这属于是。你这也好多年没拉过了。好多年没拉过了，但是我从中国寄过来的二胡、京胡、板胡，知道干这不容易。对对对。将近六十年了。我这原先我在我们县京剧团就是干的，什么？我是河北的，河北啊，我是江苏盐城地区京剧团。哦，你也是京剧团？我也是京剧团，我们县城的。县城后来不行了，这要吃香了，没人看也没人，那解散了。小的县城也不行，不要说你们，我们地区是。就是盐城属于江苏省底下的一个县地区市，都养不起，都解散。不是养不起，养不起，工人要发工资，买票这没人看，卖不了票，你发不了工资，吃不成饭。但京剧现在是国家有补贴呀、啊。对，国家补贴，它是那个大的，大的京剧院呀、啊，北京大的地方它可以弄的，小的地方它。哎呀，完美，那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它要京剧院，挂上院了以后才能有补贴呢。太可惜了。可惜啊，可惜啊，这实在是。Thank you.